刚最后一句话不是这吗？对啊。Yes.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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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同学哈、哦，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哦。其实事先老师都会有一点担心，说，哎呦，这么大的阵仗，这么多的同学参与哈、哦，会不会中间有一些疏漏的地方？我发现哦，从我们的读者剧场可以看到，我们爱班的同学团结向心的一面。虽然有些同学生性呢比较害羞。哦，讲话越讲越小声，哦，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同学呢，他讲话呢非常的有自信，而且他的表情、他的语调非常的丰富，哦，一副有大将之风。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同学们哦，透过我们的读者剧场，除了凝聚我们的向心力以外，我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读者剧场。能够刺激同学学英文的兴趣。其实语言这个科目哈、哦，它是很活用的。我们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不能偏废。以往台湾的英文大家都是只有注重阅读而已。那我希望说通过这样子，让同学呢在英文的学习呢有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另外，我们也培养同学的台风。跟表达的能力，其实未来同学不在学校读书，在社会上工作，表达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人家要认识你，要能够知道你，必须透过你的表达，他也透过你的很好的表达，让人家知道说你在为这个社会服务什么，你在贩卖什么东西，方便做什么事情，这些通通都要透过表达力。那这个部分，我希望说，同学们以后有类似这样的机会，希望说你放开你的那个心情，啊，你的表情、动作呢投入一点，然后你比较大方一点，你的台风呢会越来越稳，你的表达力会越来越好，这些东西都是同学在我们中学这几年来，你一定会回忆非常深刻，而且是带着走的能力。那我们借各位同学的双手，我们谢谢那个华盛老师。还有，你再一次谢谢主任哈，谢谢主任啊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先那个